Hello， 先吃这个，这个被我加热的有点过头了。这个是珍珠奶茶口味的，这个是真的好曝光啊！就这样吧，嗯，原来是这个。里面是有珍珠的。这粉嫩嫩的，好可爱，好好看。就是加热过程有点，就是加热过头了，就没有那感觉。